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果你手中有课本，请翻开121页。诸位啊，我们呢，再稍微总结一下昨天无明跟真如。无明，空无自性，是无体性的空无自性。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它可以断除。真如，它是有体性的空无自性。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永恒的存在。也就是说，今天谁修行，谁能成就佛道。所以都是空无自性，但是真如不断灭，真如不断灭。那么，接续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开始。让它使这个《圆觉经》更为精彩。那么今天的第一句话，那接着昨天来讲，也就是说，妄想、妄执、妄分别，是法界圆觉的大贼。再讲一遍。妄想、妄执、妄分别，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用"妄想"两个字，比较简略，单刀直入。妄想不断是法界圆觉的大贼，这意思。再剖析一下，这个人生呢，因为不了解二无我的道理，就是不了解人无我，还有法无我的道理，对理上来讲迷惑，所以我们在一切法无我、诸法空无自性当中的法界，想要贪婪什么？这个贪心就是大贼，想要偷走法界什么？不知道法界本空，一切法无我的真理。所以，除三宗之贼异呀，去心中之贼难。所以，这个贼时时刻刻会偷走你的自信、圆满的智慧之宝。我们因为对二无我的真理不了解，所以就贪。那也不是说你贪着任何的事项可以带走任何的东西。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所以你贪着什么，那就是心中圆觉法界圆觉的大贼。那如果说你对一件事情嗔心不断，
这个就是嗔贼。这心本来是无嗔的，法界的圆觉心本来是无嗔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讲诸法空无自性，重点是说无念无住无相，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佛性本质具足。但是我们犯了一个心中的大贼，就是嗔怒。而这个嗔怒是空无自性的，因境而有，因为外境而有。那么你也可以就讲说，内心里面有无明跟习气，而有这个嗔怒，所以这个就是贼。简单讲，嗔怒是自性法界圆觉的大贼。再来，如果我们愚痴，没有办法分辨人无我，或者是分辨法无我，那么我们的愚痴的贼、无明的贼就会一直出现。所以你起贪念，法界圆觉的大贼，贪爱这个世间，你也带不走任何东西。成嗔怒，一切逆境不满，你也没有得到什么，只伤害自己的圆满的清净圆觉自性而已。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财产，你的智慧，你的圆满本质具足。换句话说，众生每天都在做伤害自己的事情，无明的巧计玩弄，到最后都是玩死自己。诸位，对法爱的这个铸造，仍然是法界另外一种贼。比如说八大宗派不能融入啦，守住自己的知见啦，不同的看法就要置他于死地，没有办法理性的去讨论。把法变成自己的所有权，这个仍然是法爱、法的执着，也是伤害自己的圆满清净之心。所以作为一个法师，走出家修行这一条路，要无尽的包容，等待因缘。目前你渡不了他，真以道相违。真理没办法感化对方的时候，就用忍辱的德性，慢慢的潜移默化。目前没办法讲道理，就用德性等，不能急。那么我们昨天的跟今天的一个开始，也就是贪嗔痴，这是法界圆觉的大贼，简单讲就是叫做妄想。贼不来自于外，
却来自于内在。所以众生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伤害自己的自性，清净圆满的觉性，本质具足却不会用。接下来121页，24尊经文啊，24尊告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圣，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性，永断疑悔。如今谛听，当为如说。诸位，这122页的得决定性、永断疑悔，这些就是我们弘化立身最重要的目的。跟佛一样，也希望众生得决定性，永断心中的疑悔。这文字简单，我们就看一下122页注解啊。佛呀，再一次的说善哉哦，然后呀赞叹金刚藏能为现在呀与会的这些熏习菩萨以及呀梦世啊初心的众生断疑生信。诸位啊，这个末世啊在经典里面一直重复的提到，这在显露佛陀的大悲心，就是说生长在末世的人很悲哀，离佛太遥远，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很幸运啊，又得闻如来的正法，虽然是末世，但是仍然有机会成佛，因为能得闻如来的正法。接下来啊，因此这个三的问难呢、啊，三种问难呢、啊，啊，那么乃是如来所证的这甚深境界，是秘密之藏。今者秘密啊。啊，双开，什么叫秘密呢？不舍大慈，为了究竟成佛方便、开方便，不舍大慈。这并不是说金刚藏菩萨不能问，如来因问而说，是诸菩萨最上教诲闲聊之意。那我们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吧，这个最圆满的大法的教诲，彻底闲聊圆觉自性大圣之力，能使十方修习菩萨以及诸末世一切众生闻之而得大圣的正性，永不退转。诸位啊，修学佛道初学的人有时候很多，比如说啊，一讲经啊30000人，但是他能够维持300个人都很困难，经过5年啊10年
那三万人听经闻法能够维持三百个，都难能可贵。因为娑婆世界逆境太多，不如意的事情太多，生老病死，哎，一下就结束生命了。有一个在等红绿灯骑摩托车的爷爷，也不算很老了，但是当爷爷的五十几岁哦，就等红绿灯就倒下去了，送医院来不及了，心肌梗塞，你什么都没交代啊。这个就能体会生死无常，百般计较不如不计较，让自己过好日子。所以说呀，得决定性，永断疑悔。诸位啊，这个性根呢，犹如树的根。我们呢，可以牺牲一点自己，去包容别人，我们可以自己要忍辱一点，去成就众生的信根，千万不要去伤害众生的信心，因为那是成佛的根本。你这个僧团再怎么不愉快，那也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学佛的信根，这个很重要。不要说啊，你在以拥护佛法，你认为你的观念是对的，然后就去伤害所有跟你角度看法不一样的，这是在伤害佛教。意见看法不同的，给个包容，等待时空，那再看看他的知见怎么样，能救的还是要救。所以这个得决定性呢，是我们转法轮讲经说法最主要的目的，能永断疑悔。就如今谛听，当为如说122页经文，十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接诸大众默然而听。哎，所以这个叫做成教静听啊，安静的听法。所以师父在上课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信徒了COVID-19 啊特别例外啊，就不希望人家走动，好好的听法。123页经文，就佛陀的几句话已经把世间的真相描述得淋漓尽致。但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其执，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这难怪世尊是圣人中的圣人，是大圣人，他就简单，没几句话，彻底把人生宇宙道尽真相。善男子我把它贯穿一下，说善男子，众生呢，因为虚妄的见到这一切世界，但是在佛陀的大悟境界里，是正觉世间的，
本无所有的。但是众生因为共业所感迷惑颠倒，所以这个众生望见一切世界啊，始终生灭。哎，那么正觉世间的本觉，本如佛陀的境界，这本无所有，没有所谓生灭，没有所谓不生不灭。但因为业力牵引，所以前后有无，前后有无就是忽然缘起了，有了；忽然缘灭了，没有。这前后有无指的是有情世间聚散其执，聚散其执啊，指的是气世间的沉住坏空。不但众生望见这个世界始终生灭，业力有情世间的忽有忽无，还有气世间的聚散其止沉住坏空，众生因为妄执妄分别，所以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念念相续就是妄心妄执，这个妄境，这个妄心对这个妄境，所以就会念念相续，循环往复。诸位啊，一言以蔽之，种种取舍皆是生死轮回。整句把它贯穿起来，刚刚所讲的，你只要不起妄想，一切都是正觉的事件，你要起妄想就是看不透。整句把它贯穿一下，佛陀说呀，说善男子，众生一直妄执妄分别妄见这一切世界，始终生生灭灭灭灭啊，生生因为有情的世间业力的牵引，前后啊忽有忽无，所看到的气世界聚散其实成住坏空，而内心里面烦恼断不了，念念妄执妄心对妄境，然后念念相续，循环往复。我们如果取舍不断，种种的取舍就是取舍不断，不停的妄执妄分别，这个都是生死轮回。那换句话说，没有听到佛法，就是过着悲哀还有悲惨的人生，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些疑问疑惑，除了如来的正法。我们就知道这个知见有多么的重要。好，我们呢这注解就简单看一下，因为我们这次讲的重点在消文释义，我们就简单念一下。所以这个十法界啊，有的迷有的悟，十法界里面的依报正报，十法界的因跟果，当然中间会有一个缘啊，但是我们呢啊讲因果啊，就是比较简称啊，具体来讲就是因缘果报，这样比较具体啊。但是讲因跟果，大家就知道，哎，那么皆生死边事，这些迷啊，找一个迷，找一个悟，找依报正报，找因找果，这些
都是生死辨识，因为这是两种名相对立而成的。从妄见而有，在无相的圆觉啊清净自性当中，本无此事。这一切世界啊，总指三种世间。那么始终生灭指的是正觉世间，所谓始就是随缘出现啊，是生示现，这个生生灭的生，终啊缘尽了啊，示现这个灭啊，生空无自性本来是无生，灭空无自性本来就无灭，所以涅槃呢无所谓生也无所谓的灭，正是这个意思，就在当下的意思。那么前后有无，这是特别指的是有情世间啊，前哦随业受生为有，哦这个小 baby 出生啊，啊渐渐的生老病死啊，然后这业尽了，这是灭为无，那我们就一定会碰上业力所显现出来的前忽有后忽灭，聚散其值，特别指的是气界世间，这个跟科学家讲的正是如此。宇宙的旋转点燃的能量聚集变成了太阳，而我们这个银河系呀、我们这个银河系有2000亿个太阳，2000亿气世间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聚就是成结，就聚成为界，这是气。科学家所有大家都知道啊，啊，聚这个微尘，就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这连小学生都知道。那么散呢，也就空界，散界微尘啊，直指我们这个太阳系啊，总有一天呢、会毁灭的。不要讲地球。整个太阳系都会毁灭的，这所有三种世间啊，正觉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这三种世间呢、都是以妄念而得建立，念念相续。所以师父今天第一句话啊，接续昨天的，就是妄想，就是法界缘觉的窃贼，偷窃的大贼。那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贼在哪里，就我们不知道这叫做妄想，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性自性具足，而我们想要在这个世间活着，妄想这么多，要拿走这个法界什么，要盗取这个法界什么，事实上我们这个就是错误的知见。你偷不走任何东西，你也盗不了任何一物，人事时地物只是缘起，万法为我所用非我所有，你拿对这个法界本质缘觉不生不灭这清净觉性，你拿不走任何东西，反而看得开放得下，圆觉就在当下直起无上正等正觉，那何乐不为呢？所以妄想贼性就显露，
想要带走法界什么东西，我们做一个窃贼。而佛性却不会用，而佛性就是简简单单的妄想没有，妄执没有，妄分别也没有。众生之所以不能成佛，就少了叫做妙智，没有殊胜佛陀的妙智，就少了这个。那我们把佛性变成贼性啊，因为妄想不断啊。那我们现在要把贼性，你想要盗取法界什么东西，但是它本质具足，而且你盗不走任何东西，我们把窃贼贼性变成佛性，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一切皆如，就是佛陀。一切不可取，一切不可舍，取空无自性，舍也空无自性，多余的动作，我们能够慢慢把这个贼性变成了我们的佛性。今天做不到没关系啊，点点滴滴把它化作佛性的功夫。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人没有苦难呢，写不出精彩的故事。逆境其实就是我们的增上缘，所以无量无边众生的赞叹你，你合掌令欢喜，要无量无边的众生视线忤逆你，乃至于不同的看法角度叹激烈，你不可以，因为你要成佛。他可以激烈的攻击你，伤害你，但是用佛性的人不可以，不可以让他妄想念力相续。我们懂得歇即是菩提，这些空无自性的生住意灭，妄心对妄境的，是一种轮回，是一种循环往复，它周而复始的变成贼性。所以这些种种的取舍，对想要修习佛道来讲没有任何意义。那我们众生就是活在没有意义的这个生灭取舍的世间里面，从来不觉悟，也没有人开导，也没有人引导，所以大部分福报不够的都碰到恶之见、邪之邪见，搞稀奇古怪的种种的神通，光怪陆离的，与大般若智慧也不相应，这个众生喜欢。谈玄啊，说妙啊，不着边际，这个众生喜欢，容易迷惑。那为什么会敛财骗色这么多？那就是没有如来的正见了。那么取正觉世间而舍情世间气世间，如果说我们取正觉世间，简单讲住着我是正觉世间，那么放掉
前世间、气世间啊一样，这个还是颠倒妄心，变现这个轮回之下。换句话说，圣道也不可为，圣道也不可取，也没有成佛不成佛这个名词。动到一个念头，你比别人行，你就是贼。法界平等，究竟平等，你哪一样比别人行？这一念就是事法不平等，有其高下。所以自负不得，高傲不得。何以故？圆觉的自信没有妄想，我们不可以把佛性变成贼性啊，变成颠倒妄心，然后也变出了轮回之相。简单讲，取舍都是轮回之相。楞严经这么说啦，自心取自心呢，非幻成幻法。这个用唯识的，用唯识学来讲，这更快。相分是心意俗事变现出来的，在唯识学啊，把见分、智真分、正智真分列为能源，所以列为共同一个性质，一个能源，一个所缘。作为所言的相分哪来的？一俗事变现出来的，正义恶报，这所言。那能源的呢？也是事的自体性，那不离事。相分不离事，见分不离事，智真分不离事，正智真分不离事。事就是自心啊，自心变成的境界，就变成你自己的妄想烦恼自己去取着。换句话说，这个业感的世间无非是你心事所变现出来的，都是你自家的珍宝。如果你不妄执、妄分别、妄颠倒，你就可以享受法界一如。诸位哦，要把众生看成你的自家，敌对的还是离不开你的心性，恒顺你的还是离不开你的心性。诸位，法界一如就是法界一家，没有能所。慢慢你就会体会到同体大悲，无言大慈。什么叫做无言大慈？什么叫做同体大悲？原来都是法界圆觉自性，动念都是你自己的妄想。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因为我们有佛性啊，佛性非幻呢、啊，佛性永恒的存在啊。修学佛道就是为了成就这个永恒的智慧，无上正等正觉。它是非幻，为什么？它真如这有其自性啊，的空无自性啊，不可以断灭的。非幻成幻法啊，本来是佛性，它是非幻。现在好了，佛性啊，被这个根尘世妄贼牢牢的围绕，挣脱不了。124页，看经文：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
嗨，还真说得好，还真是一针见血。这个就是用生灭妄想心起分别的妄见，想要分辨那个如来的本源、本觉、本质清净之性，不可能。那个圆觉清净之性也被你的生灭流转，生死轮回的心变成轮回。你用生灭心看的如来啊，圆觉自性，那么圆觉的清净自性本性也变成轮回，变成生灭。所以既然你用流转的生死心妄事，你想要免除这个轮回，那无有是处，不可能。所以说未出轮回而想要用生灭的心去分辨如来的圆觉自性，比如来的圆觉自性即同生灭的流转，用这样的生死轮转的生灭意识心，若免轮回，如果想要脱离这个轮回，无有是处。所以啊，同参道友啊，相处啊，不要去看众生的缺点啊。我这里只有一条戒律，什么事？法师们不要太过分，哎，我呀都奉劝法师，如果你要闹事，因为你来剃度出家那不划算，这个是三宝地呀、啊，这个是弘法利身转大法轮救度无量无边众生的道场啊，你来这里闹什么呢？是不是不划算了、啊、那么贪利啊，这里没有利可以贪啊，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呢、啊、现出家相啊，第一个屈的温饱，晚上能有一张床躺着休息，足以无厌已足，夫复何求？退故心安是修行第一要法，知足是第一重要的知见。你要知足安详，一世间无所求，不敢说你这辈子有大成就，你这个知见知足安详啊，懂得牺牲包容，那么没有大成就，也有小成就。念佛有这样的涵养，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那么就不成问题。所以啊啊，这个广净道场啊，现在正在整修，啊，整修的差不多了啊，这是因为啊，这个土石流啊崩塌了啊，那么这个要提个证儿，那么我的“广净”两个字要提个证儿，我右边呢、啊，看到那个牌楼啊，啊。广度众生利人天啊，哎，那么净念化作九品莲啊，你要净念就能化作九品莲啊。所以啊，在这儿啊，就是所有的净土不离自性的，是这个，我把它提的这个字仍然要回归自性，
那九品莲不离净念呐、啊，净念相继呀、啊，对不对？124页中间经文，这佛陀呀，善说法者善以比喻，先念一遍经文，譬如动物能摇蘸水，又如定眼有回转火，云时月印周行暗移，亦复如是。这种比喻啊，容易懂的，就拿来跟众生日常生活发生的事，这个就是啊，用生灭心为比喻，看出去的世界全部都是生灭。譬如动物能摇蘸水，就是你这个眼睛一直动着呀，烁烁一次又一次，比喻着这个生灭心啊。这个蘸水啊，就比喻着缘觉自性啊。这蘸水本不动摇啊，因为你一次一次的动，就烁烁的一只眼睛一直动，一直眨，那妄现摇动之相哦。譬如动物，就是比喻着生灭心。看出去的世界本来那个水没有摇动的，哎，圆觉自性比一座湛然之水，平静的。但是这个湛然之水啊，被你这样眼睛一动啊，那个水本来平静的，现在好像那个水啊在搅动，搅动一样，提手旁在一个忧，扰动。又如定眼有回转火啊，这个定眼的意思是瞪着眼睛，瞪着直直的瞪着啊，久了疲劳啊，疲劳就看错了，疲劳就看错了。这个意思是比喻作久眼觉已然，久眼觉已然，我们这个缘觉自性没有上善知识开示，也开发不出来。虽然有，虽然有，可是久眼劫来疲乏了，这眼睛直瞪，就比喻作啊，我们久眼劫来被隐藏的佛性疲乏了，没有妙智，不能大用。所以看到像马戏团，马戏团那个火把，这火把其实只有一点，一个点而已，点线面的点。可是啊，这马戏团呢、啊，这火把一绕一旋转，哎，我们眼睛看起来啊，这个火把像转圆圈，这一圈又一圈，事实上它只有一个火把点，但是你看起来这旋转久了，看起来就眼睛疲乏了，产生错觉了。哎，佛陀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又如眼睛直瞪，这个定眼把眼睛直直的瞪着久了，疲乏了，眼睛失去智慧的准确度，这火把的一点变成回旋的一个圆圈的火，你一定会回答：这个火是一个圆圈了。有智慧的人告诉你，这没有圆圈，是你的错觉。我们的圆觉自性也是一样的，妙智妙圆觉它用不出来，
疲乏了，久远劫来就从来不会用，等于疲乏。当然这是比喻啊。旋转了，就变成火轮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妄执、妄分别、妄想，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观念的牢狱里面。所以改变一个人，要先改变他的观念。也如何能够改变他的观念呢？必须要拥有如来的正知正见，他才能改变观念。所以你要改变一个人，先改变他的观念。你要改变他的观念，要先改变他的知见。所以你就知道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它是成佛的着力点，有个开始。你必须开佛的知见、是佛的知见、悟佛的知见，才能入佛的知见，这是着力点，才能建立坚强的信心。啊，看底下云时月运了，这也是错觉啊。月亮本不动，就云了飘过去啊，哎，这云呢，时就是玉飘过去，这月亮比作圆觉之心啊，这月亮啊在空啊，这运行的时候啊，哎，它本来是不动啊，可是云走过去啊，云在动啊，哎，就发现是月亮在移动，这用生灭心。看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自性又永远在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凡夫永远不可能了解彻度如来的境界，永远不可能，因为他用轮回的心、生灭的知见去彻度如来。这里还有一句很重要的，回过头来自己啊，不要装圣人，以凡滥圣，认为你懂得比别人多，你够资格去啊训斥别人，去教化别人。诸位，要启迪众生的，要看和谐的缘起气氛的。如果你用训斥的，那对方不能接受，就变成负面的。行善还得看时空，度化众生还得看背景。不是你想要把好的东西送给别人，别人就一定会接受。行善要看时空了，给予别人最棒的真理也得看时空背景，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云时月运，舟行岸移，这个人坐在船正在航行，哎，看到这个岸边，这岸本来不移动的，哎，看这个岸呢，哎，好像在移动了，这个就是用生命变成一种错觉来分辨这个圆觉自性，正是不可能，亦复如是。整句把它贯穿一下，说善说法则，善以比喻。佛陀为了强调用凡夫啊境界不够的二圣人，乃至于说浅位菩萨要去彻度分辨如来的圆觉自性是不可能的，所以佛陀用比喻容易懂，
譬如你眼睛一直动，譬如你用生灭性，它能摇动圆觉清净自性湛然之水。就像你眼睛直瞪，久的疲乏产生错觉，由旋转的火把变成了轮，眼睛疲乏变成了错觉，众生无始以来卡着厚厚的一层无明，就是严重的不知不觉，就是错觉的世间。云时月运，这个云飘过去啊，比着生灭先啊，动了飘过去啊，月亮本不动啊，云飘过去啊，时就是开过去了，这云飘动了，哎，时就是动了，哎，但是你把月亮当作月亮在啊，于空行走运行，错觉啊，舟你坐在这个生灭的舟船上，哎，船在移动，就是用生灭心啊，一直移动，你会发现，哎，这个岸边好像在移动，跟着我走，没有，往后一直移，没有。圆觉自性从来不增不减，岸也没有移动，亦复如是。124页注解，我们就简单念一下。师父已经消文释义的非常清楚了，这个是比喻这么说。譬如啊，朔动之木，一次又一次的能摇沉湛之水，动木那比喻作生灭的妄心，湛水比喻作圆觉的清净自性。这湛然的水本不动摇，因为烁烁的动其木，一次又一次的却妄现摇动之相。圆觉的清净自性呢，本来就不是流转生灭的，我们众生却妄现流转生灭的世间，也是这样子，众生从来没有觉悟。又如眼睛直瞪这个定眼啊，能回转这个火，会产生错觉啊。列书这么说，这眼视啊，直瞪悬火成轮，他的意思是眼视非常的迟钝啊，瞪定其眼啊，结果错观了境界，回旋九观，疲惫不堪啊，比火本不转啊，因回旋九观而火也是转而成轮。这意思是说，那把火把就放着，给眼睛出毛病的人一直转的，这个它好像有的火轮在动一样的。其实那只有一点，因为你眼睛直瞪疲乏了，那么一点就变成看成轮了。云时月运呢，舟行岸移，亦复如是。啊，那么云非如实哦，只见到月亮有这个运向运行之象，月啊也是不运行。这因为啊，这个云层呢 啊飘过去所显的，而成为一种月亮的运行。舟行四见呢，哎，只见到这个岸有一象。移动之相，而在岸边呢，时不移动，因为啊，舟行所显啊，因为啊，行舟啊，然后所显就变成啊，
那个岸边在移动了，这以上这个湛水啊，定睛月岸，这个比喻作圆觉自性。湛水眼睛常常摇动，就变成了混浊，就变成了啊动摇。定眼比喻作疲乏，显露不出清净自性。月跟暗比喻圆觉自性，所以啊，我们要了解，根本上我们的圆觉自性，如同湛水，如同眼睛，好的眼睛定睛，但众生呢，无明显露，没有办法像正常的眼睛。夜暗这些本质上都比着圆觉自性，但是呢我们麻烦大了啊。为什么错觉？种种的波浪而起，水波呀，火轮啊，云石啊，舟行啊，这些是比喻作生灭妄心。在这里必须再附带讲一句话，生灭的妄心无明跟真如圆觉叫做非一非异。佛陀说法以众生为说法的对象，不得已才列出所谓生灭的妄想，不生不灭的真如。如果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啊，一切都化作无上正等正觉，无所谓生灭，也无所谓不生不灭。佛陀说法是为了众生，因此我们就知道无明跟圆觉也是一样的，非一非异。我们再强调一遍，无明是无体性的空无自性，真如圆觉是有体性的空无自性，通通叫做空无自性。空无自性表达的就是无念、无住、无相，但是不可以断灭，所以必须再强调一个，真如是有体性的空无自性，众生才不会断灭的之间。你认真修行是可以成佛的。无明现前正是你观照的时刻，不要害怕无明，要看透无明，而不是一直恐惧它。这以生灭的妄想心啊，便以圆觉，而这个圆觉自性即通流转，圆觉自性显露不出来，亦复如是。所以我们呢，要妙智现前啊，我们的智慧之眼不要让它疲乏，要听甚善知识的劝导啊，要跟同参道友团结一致。诸位，圣人有个别性，也有整体性。圣人的个别性就是有人格，也有僧格，也有佛格。有人格，有僧格，也有佛陀的格。他有个别性，但绝对有整体性。一个真正开发佛性的人不会伤害这个团体，你走到哪里挂单大家都欢迎。作为制度是人建立的，它一定有缺憾，只有明心见性才能跟不圆满的制度无缝接轨。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人定的，随着时空而转变，这个制度100年前但不一定适合100年后。
任何的政策，这是因为时空不同背景而定的。那么因为时空背景，那么你就知道我们一定要随着时间的变革而改革。适合左边的规矩不一定适合右边，适合右边的不一定适合左边，适合左右两边的不一定适合中间这一些人。体制永远有遗憾，永远没有办法圆满，但是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可以跟任何的体制接轨，无缝接轨。为什么？大彻大悟拥有法界永恒的真理，他没有缝。任何的缘起，其性本空，就是圆觉自性。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所以也真体悟真理的人，法师们或护法居士大德，你到哪儿都不要跟人家争论，争以道相违，不要背叛自己的圆觉自性，把佛性变成贼性。两个人变得面红耳赤，能带来真理的喜悦吗？等待，有时候没有办法。真通达三藏悟明心性的人，懂得等待，懂得忍辱，他不寂寞，他与佛同在。何以故？即心就是法界性，即性就是法界的妙智，即一妙智不坏缘起，即缘起正是性空，缘起正是性空，性空正是缘起，平等不二。你谁与争锋啊？你跟谁在争论啊？没有这个好的缘起，可以跟自己过意不去呢？不是好的礼物送给别人，人家就要呢？我们要照顾第一地，诸法本空，但是不能坏世俗地。世俗地本空就是第一地，你要照顾第一地，你也得圆满世俗地生灭的世俗地。哪一个法师说做人失败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没听说过，也没有听说哪一个法师啊，在僧团里面拼命的跟其他法师对着干，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没听说过。为什么你会真就是自己觉得对啊，别人错啊？那么这一点包容都没有办法，如何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师父说，我这里只有一条戒律哦，什么事不能太过分？为什么我们要是所有整个僧团要食衣住行，要行住坐卧，要整个运作的和谐啊，需要师父这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告诉大家，我尊重你，但是你必须做得让我尊重，你不尊重这个僧团，那就很抱歉了。你都不尊重这个僧团，叫我怎么尊重你啊？
是不是？你要成佛耶，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个别性，你可以发挥你的圆满清净之性，但是你有完整性。因为如果你大悟见性啊，来到文殊讲堂，这个是一个完整性，那不妨碍你的优点，你有个别性，那你有个别性也不妨碍你大彻大悟，你的完整性。所以你有个别性，你的特质显露出来，来，你拥有自己妙智，你有人格，有身格，还有佛陀的格，尊重你，赞叹你。那做法师的每天24个小时都盯着你，你活得不是很累吗？我这里不会，放得非常的宽啊，刚刚好宽。哎，所以啊，我来我们这里挂单的啊，就像入这个大海，一视同仁，平等不二。我不会分别，这是内众，这是外众。哎，这是我剃度的徒弟，这是挂单，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开发的啊圆觉之心有多么的重要，这样你所到之处都处处解脱。今天你离开文殊讲堂到哪去挂单，也像个出家人，因为你懂得自己尊重自己的灵魂，别人就会尊重你，不自重则人不尊重。你想要让人自重，你尊重你必须自重，我尊敬你，但是你必须做得让我尊敬，那就这样用智慧来调整啊，戒律是解脱的，智慧是活耀的，就像闪耀的星星一样，时时刻刻闪耀在人的前方，带走你正确的方向。你看着潺潺溪流，它在诉说着无声；你冬天看到枯树落叶，也知道它在印证见证如来所说的究竟真理。成住坏空不是真理是什么？诸位无处不在说法，千万不要用愚痴的心面对这个世间，别人不受欢迎，你要受欢迎的，做一个受欢迎的人，人格、身格、佛陀的格调做出来。125页啊，那么前面那一段就是用生命的妄想心变移圆觉，而这个圆觉的自性就等同流转，也是如此。125页经文，是善男子诸宣未习，彼物先住，善不可得，何况轮转生死垢心，成未清净，观佛圆觉而不悬覆。说善男子，这种种的旋转没有办法平息止息，这彼物先住啊，就彼物先行止住都没办法，就是那个生灭妄想心都止不住，善不可得，那何况啊用凡夫轮转啊生灭的心来彻度如来，这个生死当中污垢的妄想心从来就没有清净过，
而要观佛的不生不灭，真如法界的圆觉自性，那怎么可能呢？就把本不生本不灭，对不对？清净法界的圆觉自性变成生灭，而不悬浮啊，加一个字更清楚，而能不悬浮吗？而能不悬浮吗？也就是说，哦，你从来就没有清净过，用生死污垢妄想心去观测这个如来观佛的缘觉，能不生灭悬浮吗？啊，整段消文释义一下更清楚，说善男子种种的生灭旋转从来没有平息过止息过，而求其彼悟先行止息，这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妄想生灭善不可得，何况用凡夫生灭的轮转心，生死当中的污垢的妄想心从来就没清净，而要去观佛的圆觉智性，能够不旋转生灭吗？然后看注解，那么消文释义讲得够详细了啊。那么我们讲到十一点半，接下去五供。那还有十分钟。那诸玄者，那么指的就是动目、病眼，因为眼睛看太久的疲乏。云时周行，未习，哦，就是正在动目啊。定言云时周行，彼悟的就是指的用水、用火、用月亮、用岸，船行在水中啊，火轮是火呀，月在天边啊，船的旁边就是岸呢、啊、先住者先求啊，求其先行止住，善解不可得，何况以浅来旷这个身，通者迷道也啊，这个都是迷惑颠倒，意思就是说世间浅近之事，如果诸玄没有歇息而求彼悟啊，水啊、火、夜暗等等先止住，善不可得，何况啊用轮转的生灭心，意思就是说啊，诸位这一句就很重要啦。所以我们啊无始的妄事、妄心、生灭的意识心、执着妄想颠倒的心，出生入死，轮回就是出生入死，这不是比喻做战场啊。出生入死，起惑造业，莫不依之啊，没有一个不依靠这个的。所以说生死的垢心啊，成为清净啊，观佛的圆觉自性啊，而不回旋转覆者无有是处。这一段是讲真心随着妄一直转动，是故汝等变身三惑啊，变身三惑，哪三惑呢？诸位啊，我们再啊回顾一下啊，翻开119页，哪三惑呀？就把笔拿起来。119页倒数第二行啊，第一个问编号 A 啊，
是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这第一个疑惑。啊，接下来编号 B， 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接下去编号 C， 啊，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反过来，后起无明，那么佛陀呀，那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这又变成众生，就是这三种疑惑。是故汝等变身三惑啊，因为啊，给没有课本的人，在这个网路更方便，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再讲出这三种疑惑的段落。诸位啊，看，简单看一下注解，时间快到了。是种种的取舍，皆是轮回。这句话还有一个重点，动念即乖。这个世间佛法很不可思议，一句话就可以根本解决你无量劫的所有的问题。你的问题在取舍不断，就是那个动念的因，妄想不要让他牵着鼻子走。妄性本空，真性不灭，就这样子。无量劫了，你可以回归这一念，解决。佛法要抓到核心呢、啊。佛法有三个核心，《圆觉经》的、啊、后面讲的，我用一分钟提示一下：一、修行三个重点；一、内心要知足，要安详，要知道一切缘起都空无自性，内心不要一直斤斤计较，百般怨恨。第一点。这第二点，知道一切法如幻，幻当体即空，就是真。第三叫做灭，所有的幻，包括你取智慧也是幻，包括你取涅槃也是幻。取涅槃得生死业，没有涅槃，没有生死。方便说，众生叫做生死，圣人叫做涅槃的境界。断除妄想从真妄啊，趋向圣道亦是邪，就是取舍。诸位，生死是轮回，涅槃取舍是生死业。取涅槃者得生死业。是种种取舍，诸位修行在一念关键。用智慧透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谓妙智，就是该处理的处理，但是没有取舍心，没有情绪，没有妄执。这种种的取舍都是生灭轮回，变汝等变身三种祸，也就是前面的啊三难，三种问难，是分别妄见，非真实知见耳，知见耳。所以啊，这是反复的啊，反核就是核对一下，你起疑的问题出在哪里？诸位，所有的问题在大彻大悟的人角度是没有问题的。
所有的疑惑在大彻大悟正量解脱的圣人如佛一般是没有任何疑惑的。那么我们金刚藏菩萨代替佛这样问，无非是想让那么当下的这些大菩萨能够体认圆觉，给末世的众生一个机会，顿悟的机会。好，请合掌，我们时间过到了，回向啊。这愿以此功德消灾，在座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啊，消灾啊，本讲堂参加啊点灯的，以及常年啊这个消灾灯的一切众生，消灾所有参加三千佛弘明宝忏佛前光明灯及随喜护持啊法会，供花供佛啊供国供灾共生者一切啊布施者，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明天四点，下午四点集合，我们最后一个钟头啊，祝大家虎年行大运啊，能够虎虎生风，一世熟地，来恭贺大家2022新春快乐，讲几句吉祥的话，也祝大家法喜充满。